小三小乔，我的孩子，你们到底在哪里呀？爸爸妈妈好想你们啊。你好，请问你看到过这个孩子吗？不好意思，没见过。你们两个今天怎么才捡了这么一点瓶子，真是没用，午饭不许吃了，现在赶紧去再捡一百个瓶子回来。小赛小乔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们的爸爸妈妈找了你们好久都没找到。小迪迦，小奥夫，我们被坏人抓起来了，他们让我们每天捡瓶子，你们快走，他们就在附近呢，别被他们发现了，发现了你们就跑不掉了。你们别怕，我们现在就报警帮你们把坏人抓起来。你们被捕了，快跟我回警察局。小赛小乔，你们一定受了很多苦，走，我们送你们回家。宝贝们，爸爸妈妈找你们找得好苦啊，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啊？爸爸妈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爸爸妈妈，我们被坏人抓走了，还好今天在街上碰到了小迪迦和小奥夫，是他们帮我们报的警，救了我们。小迪迦小奥夫，谢谢你们救了小赛小乔，要不是你们，他们可能永远都回不了家了。爸爸，我长大了也要当医生救助病人。哦，我的小迪太棒了。爸爸，我长大了也要当警察，抓坏人，为人民服务。我的宝贝真棒，爸爸为你骄傲。爸爸，我长大了要当一名消防员。哟呵，我的小贝真是个好孩子，爸爸为你欣慰。爸爸，我长大了也要当特种兵，保卫祖国和人民。哎呦，不错哦，我的宝贝太棒了，爸爸为你点赞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呀？我好想你们啊。咦，小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呀？我想我的爸爸妈妈了，他们好久没有回来看过我了，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爸爸妈妈不会不要你的，你可是他们的亲儿子，他们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可是我好想他们呀。来，你跟我来。姐姐，小贝想他的爸爸妈妈了，你帮小贝把他的爸爸妈妈画出来吧。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的蓝，愿你温而善，愿你心不凡，愿你时光冷缓，愿故人不散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去哪里了呀？我好想你们啊，你们能不能快点回来陪我呀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儿子，最近雨雪天气太恶劣了，我能不能来你家住几天呀？等天气好了我就回去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也没地方呀，再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冷点就冷点吧，忍忍就过去了，快回去，我要进屋了。孩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进屋去，别感冒了。爷爷，你也跟我回屋，外面太冷了，您年纪大了，经不起这么折腾啊。爷爷就不进去了。不行，爷爷就要去，孝敬老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您辛辛苦苦照顾我们长大，我们也应该孝敬您到老。我的孙子真是个好孩子。走，我们回家，我来扶着您，您慢点儿。大家快看，小赛罗又在捡垃圾，好脏呀，我们快走，以后不要和他玩了。快走快走，太脏了。唉，叔叔，我又来卖垃圾了，给你。小猫小狗，你们快出来啊，我来给你们送吃的了。快吃吧。哦，小赛罗，你每天捡垃圾卖钱，原来是为了换钱买猫粮狗粮呀。小赛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嘲笑你，我们应该向你学习，关爱这些小动物，一起帮助这些可怜的小猫小狗。没事的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把我妈妈在下方小车车里给我买的这个叶黄素熊熊软糖送给你吧，这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的糖果，里面含有叶黄素汁、蓝莓榛果汁、EYK 藻油，这些都是保护小眼睛的， Q Q 弹弹的，可好吃了，而且是零蔗糖、零防腐剂，像你们每天学习用眼、看手机、
用眼过度还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，预防近视，就送给你吧。谢谢你小蜜拉，这个糖果我太喜欢了。